哎，你好，哈、哦、啊，我就是在地红顶人，哈、哦，因为阮就细汉就是啊土生土长的红顶的高脚山，我拢做了解，哈、哦、啊，这个当归地大事，差不多六十几当前，七十当前，阮老爸就咧卖啊，哦，我这话是传承也算第二代，哦、啊，这目前就是，我拢讲传承一个家咧，放了我无甲卖，因为控制了当归路是作忝，控制了当归路作忝。当这个当归路是较空起来，然后九点外钟，然后阮就无甲继续讲卖，卖几礼拜卖到头，我甲卖这价哩。啊，碰时啊，叫阮太太去参加台南市文化观光局街头艺人。啊，你先先讲讲这是用乡亲的当归做啊？哦，对。啊，阮的当归就是头一个问题是爱甲这些人交代，阮要做当归路，伊爱比较较成熟的当归，较有服务。当归是有哪一寒人的当归是较好？哦，啊，春天有哪有当归？有哪有当归？但是伊个芳水在地生产的，讲在地生，甲这些人交代，在地这些人生产。哦，啊，阮甲交代了，阮甲买上来。第一点就是阮来甲皮烤掉。啊，甲籽挖掉，这两种的物件，阮都无用啊，甲砍掉。啊，怎啊来？阮就切到一块一块，一块一块。哎，对 对， 對，啊，怎啊切到一块一块？咱细细，啊，水滴哦打，啊，料水啦，滴打料，阮较用大卡鼎，落去，阮无放水，用万火炖出当归肉的汁，无万火炖出当归肉的汁出来。哎呀呀，当归内底做者水分啊。要安嘛是蒸花下啊，啊，你爱看到汤啊，人家用甘蔗糖蔗糖。哦，阿豆去，阿豆去哪空哪打，无打会臭会打。哦，啊你那阵五十斤的当归落去，五十斤的糖落去，反正无一百斤的物件，以水分蒸发。你那一百斤落去，存到都七十五斤，哦，还是八十斤。哎呀，阿也蒸发掉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个你讲安那做，很赶快，很赶快。所以阮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阮一届落去拢差不多伫咧七八十斤，哎、哦，拢头七八十挂上啦。哎、欸，好，咱大机的，然后珍惜的，大机的珍惜，爱打。哦，对对对，爱来打，无打一定超会打。啊，搁再讲，袂使叫滚起来，滚起来也袂一刀搞滚，啊，滚也不高啊。系啊，啊，伊个糖分都滚掉呀。无，爱咱加糖落去吼。啊，你若搁无打，嘛是超会打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直直打，啊，尤其呐，到第七点钟，你打中间会不破，会滚滚啊，滚身躯，哦，迄种热度拢四五百度，爱穿长袖的，哇，啊，热人足忝，你伫火炉，啊，你啊看过八九点钟，啊，那五拉拿，啊，拿无好摕就滚啊，滚身躯。所以，坚持传统。坚持传统，所以讲，歹势，我咧卖饮料，我一个个性大咧，我都卖我食，啊，第二点，我无封家门。我做袂做啊！哎，找我无唔对，阿着教你，我哎，啊，所以讲我的物件就是教你，第二点无加盟，家己做家己的，真的我都无做。做起来在哪里？来，好，来，关心一下我先。大家好，哎，我是陈维秋，陈女士，嘿，我是麦冬观察的老婆。哦，阿吼，这是兴趣啦。多少年看来，阿想着一直开始做，阿打做的衫吼，无编织啊，遮水。讲真嘞，阿今晚落尾手来慢慢吼，研究十几冬啊，袂讲真，嘿，阿都愈研究愈水，怎啊甲我的作品拢变啊遮水的，所以要编织这都爱有功夫。我差不多看搞条线，就有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这条，刚要搞你看一下。你要加衣啊，是加滴嘞？有没有？滴嘞。加衣啊，然后我要甜的部分，就是这条幼幼啊，我正在跟你讲，一定是就是那个小黄哥，安尼一粒粒。两块。我看你这平平在那加。来，我教你看，安尼一粒粒。看你的大细板要偌大板，我即马就是加较油，我要因为我即等于要加要落去甜迄块细块地买，
啊，所以我爱加较油。有看到吗？哦，哎，就是安尼一直淋，一支杆啊，甲淋了了。来，那个真的要白灯了，对嘞，不要老早白看。人家讲，咱拢白看，其实吼，我讲有哪有小看，但是恁看袂，恁看袂出来。看无啦。嘿啦，敢若我看有影。啊，但是我顶起来，人都无看。你无差嘛？嘿，无差。啊，你讲诶，咱若袂晓教诶，教到要断去啊嘛吼。毋是，教了袂水，啊，搁安那。断去吗？断去我是毋知，但是吼，主要是伊安尼望起来，因会来来。啊，你安尼袂来吗？我袂来。我来来吼，我有当时啊，咱讲真诶啦，有哪会加减，有哪会加着，但是我若小可碰着，小可撞擦，我就随知啊。哦，你当。迄个所在我来检修啊，搁修者。嘿嘿，啊，因为你安尼起来吼，你诶物件摸起来一定嘛是会擦。嘿嘿，有哪会擦？啊，所以你这一定若加起来，一定着规个拢袂使啊。你头先讲加我都唔相信，即个就看到了。有啦，我伫内底吼。因拢我拢是得拢是等安尼互伊看的啦，因人客拢讲安尼就是真正是你的真功夫啦。嘿嘿，你无用安尼看，人拢讲你这哇，有诶，搁讲我这大陆诶，无法度。机械吼，我讲机械加翻身吼，机械用诶，还搁会一边会安尼来来哦，会搓搓哦，嘿嘿。啊，因为这是上介油诶，啊，有当时啊，我要搁加较快。哦，这样搞快，你做不懂的东西就对了。嘿，对啊，啊你就一定爱啊，所以我白讲我无会错，我一定拢目测到的啦。你搁甚至我做一只凤凰，加四条，我嘛无会错嘞。我嘛是无用笑出嘞，我嘛是用我目睭加，啊嘿，就足快足快的。等到因人客讲，你凡说话嘛无遐准哦，我讲嘿，好你要着。真正我家己画起来线吼，照安尼教，无一定会遐准的。你啊，你做得来教。讲这，阮无相信讲这是人教，恁的字来做，对不对？足侪人客吼，因为我拢有伫古迹咧卖，啊，所以吼，人客拢讲这是用机械。对啊，这绝对是。啊，所以我甲伊讲，我搁要设计设，我若要搁设计这台机械来做吼，哦，就愈慢啊啦。所以因为我要跨度无一定要安尼。哦，因为我有当时啊，像我一条小夜灯，我都爱较宽，伊会光较透会出来。啊，像我迄个地杯，拄仔你有看迄个地杯，都爱旅游，伊卷起来较会水。你若粗大半卷起来就无好看。嘿，啊，所以你我要看图，就是由我家己来目测来来加啦。嘿嘿，我无画线，我无画线。啊你，我看来。你像你种大家世家庭。你若准讲，伊就是迄个外壳，你要设计什么形体，你由你家己来设计。啊，杆仔伊是固定，本身伊的杆仔就是安尼。啊，但是设计的就是设计杆仔。啊，你今摆有准备草图了没？没，我拢无画下，我拢记伫我的头壳。就啊，你头尾你奈知影多一家星座，你拢知？我拢知，我拢记已经记起。哎，对。啊，但是你做的当中，如果你想讲今仔你迄个。尺寸你要做的，其实你是想要做地果啦。但是你拄啊无意中，因为我春秋我都有跟你讲，我无记录。但是伊迄个东西，你若加起来上，伊是成一个花盆，你得爱临时改做一个花盆出来。安尼嘿，我拢会安尼。啊，所以我的物件吼，就是讲人客买去，我无一定会搁再做迄样物件，因为当时我袂记住我安那做起。哎呀，哦，所以人客，都我会记一个啦。啊，佮感觉讲我做了会顺诶，迄个物件我会佮一直做。啊，你要以后设计我做小夜灯啊？有啦，我今仔拢无做诶，我有做伊小夜灯诶。小夜灯，我甲你讲，小夜灯我着十档我拢无停啦，因为迄条小夜灯人客一直做爱搞袂。小夜灯，纯地华是小小可爱，起来光线才叫做。足水，伊个头出伊个墙壁吼，都我出咧发光安尼啦。嘿，啊所以吼，人客迄粒都拢一直搞袂，所以我着用着一直拢做一粒，啊迄粒我着拢会记起来。迄个我拢，伊迄个尺寸我拢记伫我诶头壳，啊，因为我拢固定是迄个形体。啊，但是顶个我甲伊讲，我十栋来迄条拢无停，因为人客都改。啊，我会做，因为咱诶囡仔做侪种嘛，有苹果西达啦，有啥物色诶，做侪种色。嘿，对，嘿，啊，几乎我诶啥物色拢会做啦，因为人客都改，所以迄个我都一直，啊，我囡仔都无摕来。嘿，即个是。这几日灵感来一个做起来彩球，啊！我普通是做这粒哈，来，我普通是做这粒，哎呦，今仔都无完成，来，做这粒，然后第一粒圆圆的。
啊，上下盖，我那我那吊饰，我那拎起来。吊饰。嘿嘿，啊圆的，我那金水。宫灯的感觉对啦。嘿嘿嘿，啊，这个白光，这个我那纯粹吊饰。啊，你这个人不是讲那个一滴滴我爸妈吹的。这个上色的我无用的。一滴就是一滴水啊。是哦，我都吹无一滴啦。啊，这个是最近哦，跟你讲我拢会安尼啊。你困的时候，用勇敢来想讲，哎呀，我明仔载要做啥呀？对，啊，不能乱乱，都是要有。我嘛做侪项物件吼，拄好伫咧迄落做一半无法度完成的时阵吼，等下上伫咧暗时啊，拢会想的，啊，搁变开做，拢安尼。啊，有当时你无一定做会起来。对，敏感不一定是机会。不是，因为你常常想着讲，你这个刚刚要做迄项物件啦，无一定你做会起来啦。你敢听？你迄个当中爱搁想真久，你是爱甲突破讲，伊你到底要安那，伊较会即个挂会来甲你甲做伙会多下下，啊，迄个赛事起来较会水。像我拄仔咧讲迄个题目就是安尼，我今仔要做三科，甲足侪机甲我做工作，因为起来有当时啊伤顶，看到有就不漂亮，有当时啊就是伤宽，佮感觉矮矮肥肥，佮无好看。所以你就慢慢的改变，啊，搁迄个下骹要踏起，你搁踏袂上去。哦，种种的，迄个突破爱足多啦。嘛算是个工程嘞。啊，但是你当你人生的时阵，那样成就感又不一样啦。啊，即马啊即马搁揢出来，就是人家足介意。哦，你爱个主要这个卫生，卫生是啊，个是，嘿啊，是主要是个用环保的，干那没错。你爱个就基本上大家都注重这环保。对，我之前就有用这一组哈，去环保局比赛，这种，这种就有得奖啊。我这跟我哥做较水呢，我做六块杯啊，搁加用迄个鱼罐吼，做一块地盘，因为你要，嘿，因为你要比赛吼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我有去上起来啦，嘿。我那阵你要比赛，你用安尼一组安尼相当点，所以你一定爱设计，啊，所以你整体一定要哦，足水，足水哦，哦，迄块地盘真正足水，哦，我家己就足介意，啊，但是我家讲，即马真正要做袂起，就爱去想一个啦，啊，地果因为地果有特别咧做红地瓜，啊，所以迄个地盘我是因为要去应付迄个考试，迄个比赛，我靠特别个较设计个啦，啊，所以伫足久，所以裁判一直跟我问讲，你这组是到底几日才会完成？啊，伊一工2000块，甲你算，你这组爱偌济钱？啊啦，我讲，迄绝对是袂好个啦，嘿啦，你唔通安尼算啦，迄是伊咧好问啦，安尼咱大概安尼来讲一下啦，啊，其实你用安尼算。那个没有，你时间哈，你就是一礼拜。你想你时间是偌济，你唔知，你家己真正唔知啦。因为你当时你感觉你第一届起来无水的时候，你因为我你种话袂当搁拆起来应用啦，你知道无？会当一直补起来尔啦。啊，所以时间你要算偌久，一定的啦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我每一项作品都是拢安尼起来啦，每一项拢是安尼啦。我拢久久拢会想着一个新的物件，爱甲变一个物件。因为我甲你讲哦，真正阮做这种物件，袂爱做同款的物件嘞。但是我钱啊，互恁无看的啦。啊，但是都足在的啦，安尼起来都足在。嘿，啊，所以因即卖买迄条东西哦，伊要藏布娃娃，啥物足稳的，拢袂倒来。
聪明聪明。因为吼，我跟你讲，我拢会安尼啦，死去卡做起来，因人客是讲我调了真水，无对。不过我出来，我就会收。我出来不是，我出来，我哪会感觉讲我这死了以后吼，这死去卡的吼，袂啥会知呢，无好算呢。但是嘛是一直卖去啦，啊卖去我回来就应该。我会该讲，咱这个管理啊，咱是不是爱把设计刚好一分？哦，不只要明天做。做长的一样，哦，因为迄个是一个人客要甲我订，你听无？因为一个人客，伊讲，老板娘，你等下咱甲我设计做迄个名片，嘿，伊看咱讲一句话，安尼你来甲设计哦。啊，但是你要藏，你到底是要用什么物件？但我就甲想讲，咱是咪甲，咱是咪甲做一个迄个公园迄个长椅，我就甲设计一条。啊，迄条我甲你讲，我嘛做几啊种方法去啊呢？嘿，头我是用铝罐箱一直填。甜甜的开始，即马最近搁设计一种别种的，啊，即马搁设计个顶个加装小石条，嘛是感觉讲会上轻啦，嘿嘿，因为你要放你第一点名片，爱稳，一定爱稳，啊，所以我即个名片做已经变三种啊，嘛是拢无一定固定，一定做安尼啦，嘿，我拢会一直改变啦。所以你加这轻的，可能你就会有点。嘿，都搁伊个研究好稳，啊稳的衫吼，我进前搁做。下身嘛是拢，搁用一直填填两摆，你爱填填两摆，伊就结出在啊，较在，伊迄个做啦，伊迄个做吼，咱填一摆起来吼，较无遐尔难个，啊你即马吼，我即马着搁，伊这第二摆搁填一摆给你呢，啊迄个花草着搁无同啊。结足水个哦！哎呦，我看你这个凹凸个嘞，这是简单个，到时要弹气瓶哦。不是，伊这就是安那，你敢知？这支是杆啊，这支是咱原本的杆啊，你听好无？外壳就是由咱来设计，看你要做啥物形态。啊，你是叫我太太，这个壳再给你结合我，再涂了咱做结壳。无，你爱做内底圆形先出来。圆形先做出来哦。啊，出啊壳过来填咯。填了回来吼，看你这是刚刚到伊的嘴巴弧，加伊的手把，然后搁一个瓜，看嘛。所以一支白骨起来无遐简单啦，爱真久啦。所以有个人客人，伊人捌做过手工艺的人，伊我若甲开500块，我会讲，我搁学一个笑话你听。有个人客人甲我出个吼，看看伊讲安怎，你敢知？好啦，我讲勿紧啦，今日还是啥物事啦，无我是足够拢出价啦吼。起码较淡的提钱话讲，卖啦，卖走啊！家己感觉歹势，安尼是感觉讲我的物件有价值迄个钱啊。你脸上的设计，一旦被什么注意，一旦坐在里面，很有气味的感觉，到小的网管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咱的地沟嘴吼是到一个中式的啊，边啊吼，你都要用个下点个下巴，嘿，所以就老讲啊，足侪人客嘛拢讲啊，所以我拢甲讲，你是要等于收藏啦。还啊，所以加足果冻的迄个嘿。你后过你买那个比较饰品嘛，瓜。饰品我跟你讲，我有做过迄种迄个啥物蝴蝶甲蜻蜓。啊，但是啊，甲迄个绣花，啊，但是我也会感觉讲，像我人客嫌差啦，讲惊挂掉啥物。啊，应该是拢没啦，啊，不过因拢会惊咧，啊，所以我也拢，我嘿，啊，我伊嘛是拢一直要用安尼咧，啊，不过我拢甲用迄个买了细盒哦，装一盒一盒，嘿，安尼水水啊，得去。其实迄只嘛是卖了袂歹，我迄只蜻蜓设计了嘛足水呢。你个蜻蜓的赛事买啊吼，我用了有长啦。哦，安尼就越变越多。啊，然后它的眼睛哦，大蕊搁有设计有出来。其实吼，我即马来遮物件，因为我遮工作无所在啦，我以前拢会摆一块较细块啊。
不是不是，拢排行看看，啊，加减啊，人客有买啦，会买啦。啊，但是我伫内底吼，古迹内底我都排较长啦，因为我物件侪啦，啊，你无排是较长吼，那看到哎，无啥物货啊，无就个个。我像你这足轻的，风会不会走的？啊，所以啊，所以我呐，通常内底会较地址就是较重。搞过一块块地。嘿啦嘿啦嘿啦，较袂，无你若风来爱飞啦，嘿啦，啊无若春的是拢还好啦，嘛有花干的，哦，我冇做花干的，花干哦，会当冻水啊，会当冻水哦，我有做两支，一支是内底是用铝罐的，啊一支是用玻璃，玻璃啦，我这个像迄落咱的布丁的玻璃有无？啊我吼，甲设计外口是铝罐，甲包起就对啦。哦，迄支嘛足水，迄支嘛，迄支美国人有哪拢买去咧点香薰蜡烛，我嘛唔知，因讲足水。哈哈哈！我最好兄弟，咱搞一支，我过来，来，来，我教你。最后讲讲起，讲你拢伫倒位，你我看到你的商品啦。哦，我来讲，我拢通常拢申请伫古迹，迄落事务较侪，安平事务较侪，啊无就安平古堡，拢伫内底哦，拢伫内底哦。嘿，因为唔是唔是咧展示，伊个吼我会当申请入去，然后我底下现做现卖。嘿，啊伊无咧给我寄袂离啊，啊但是我袂当逐工去，我一月你大概当去三工尔。哦，啊根本太单调咧。嘿，啊要对三工无一定，因为我若卡入去的时，别人有时有申请去三工，我都袂当啊，因为伊袂当讲。就只摊诶，迄个街头一点地皮啦，他会限制说大概一摊啦，还是两摊啦，两啦，嘿嘿嘿，别当，因为古迹内底不是夜市啊啦，会当讲互你摆一日足大咧，伊袂当啦，嘿，啊所以大概啊，但是我拢尽量安排可能是啊。因为快乐礼拜我咧袂当过地，以前啦吼，以前看我当拢讲一遍，只要袂当过地，啊我袂使，到尾也袂使，两个相互，嘿啦，爱斗用，啊所以尾啊靠路路的两个参详相互唔当，咱若是破公司啊来，啊快乐礼拜还袂当过地。啊你度时间较袂，是较袂紧张。啊，所以咱若要找你较固定的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就是事务家了，对啊。对，啊，你到哪有会当卡电？我拢有买钱给因啦，我今仔都无查来啦。我拢有给因，啊，因会卡电话，因为女性是安尼，若要甲我用，伊拢会卡电话。看我定时有伫遐，啊，伊会带人过去，我一定会买，但是伊拢会甲人提供要去看迄种物件。这有当时讲过来，就好个呢。啊！你讲我伫内底做钱的啦，我你甲看，通常做这啦吼，没办法维持到十几年啦。我甲你讲，啊，你嘛就得不断创新啦。嘿嘿嘿嘿，不是啊，人家主要吼，我甲你讲，人家就是讲我的手工作用，他们认定就是讲我的手工真正作用。啊！我来去当个只看只结果，看只我那只水饺。因就是拢讲嘛，啊，所以吼，本地吼，人无人甲咱买啦，咱讲真诶，无人甲咱支持，咱袂爱做。啊，就是这十年来吼，哦，我唔知影，我做做摆开始一直买，哇、哦，惨啊！等于讲，哎，我真正只搞嘛，哦，就开始搁一直练呢，哦，妈的，赶紧，哎，对，促使你，啊，对，一直爱做。啊，所以就一直做，一直水啦。啊，所以我都无甲人客讲，我无咧记时间啊，无咧创啥，就是人客你介意，啊，我嘛唔爱互订咧。人客有当时要甲我订，我唔爱互订，因为他伊若甲恁订吼，虽然是讲订足济，咱爱有压力啊。啊，压力你即马逐工订，嘿，因为你这种物件啦，紧张做的物件袂水。你就是无压力，轻轻松松用的时阵无聊，你甲绑一下啊。啊是啦，你困袂起的时阵，你甲绑一下。你过来困就好困。临时灵感来就给做起来，因为我甲你讲，咱这个年岁，当时暗时啊，咱绑一下，我做歹困，你来困袂起。当然你想代志，根本困袂起。嘛唔是嘞，有当时啊，就是感觉面加足低啦。啊你即马若无，你困袂起，你就起来才甲绑绑的，等下去困就好困嘞。一千到天光，弄棉床人讲，就过来吃迄个安眠药。我是感觉。安尼啦，啊，所以我系一直爱做就是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所以我嘛甲阮囝讲，我无一定爱买啦，以后就是讲我一直做啦，吼，啊，进有买去就一直买，但是吼，我真正一直买，家己就做买有当买啊，我无骗你。你讲公家姐住过啦？大概是安平区古堡街82号啦，嘿，82号，古堡安。这里是什么路？古堡路，古堡街，古堡街，古堡街80，安平区啦，就街，嘿嘿，安平区，对，就大概来这边，
假日才有，假日才有，假日才有，嘿嘿嘿。啊，那要看我的艺术品就要打电话了，因为那个日嘿那个日期不一定什么时候了，嘿嘿，大概是安尼啦，好，嘿嘿嘿。